chuẩn không phải phải kia.不是，上面那些那些肮脏的水，那些洋灰水。青春哦，快点啊！你要穿牛，这个是孤独啊。啊，孤独了，到昏山大了，到。怎么现在就讲行问题？你行行到第二条路，这不左手，第一条路嘛，入去第二条路，不左手，昏山大了。在环岛从第二个出口离开。然后请保持在左边车道行驶到 Jalan Chan Sou Lin Jalan Corcoran。 不是请保持在左边车道行驶到 Jalan Chan Sou Lin Jalan Corcoran。 你看下面还是后面咯？下面下面，对，下面后面我看到了。在300公尺左转向 Jalan Corcoran。 嗯，直走，然后包要转。好认路耶，认路耶。你这是蟑螂的意思啊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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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转向 Jalan Corcoran。 嗯，好，这里都可以屈了，中午不用排队，就在这里屈出来就搞定了。在300公尺，嗯，左转。啊，差不多。哇，那时常都经过 A 那是有经济。我同事讲啊，现在整天讲啊，我只是88公尺经过去。你没进去啊？没有。左转，这边转，右转。对吧？楼下，看楼下边喽。已到达终点，在您的左边。这边啊，那是右啊。嗯，入得啊。哎，怎么不入得啊？嗯，得啊，你这边就得啦。都养过啲啦，又得啦，喺呢度又都养过啲啦。北京，买套。你入到去啲，一间啲右手边，我左手边。哪里？哪里啊？有一个凤凰给你，凤凰给你影响啊。凤凰叫啊？凤凰没有，这个油吗？不比较油啊。生日也不行。
边度笃我？佢啊，啊姐姐，叔叔，我打个嗝得。啊，姐姐，哎，你要放哪里？你入面有卡包位嘅。诶，两边卖，一边。这个系买套。现在我们来的是买套，是吗？啊，北楼下冇北上高，上高进到你头都完。这里也可以啊。好的哟，下面那不要上面，上面好像是售表柜哦，我记得。这个是买套来的吗？买套哎，对，买套。我们可以嘅，两边都可以北嘅。哎呀，嗰个依家可以北，呢个又可以北嘅。你入到去睇啲啊，行边边嘅，入边边嘅，两边可以北。我讲我不是真的，我讲我盯的是一个很的，但是他送到来完全没有。不同的是同一个租的吗？那个是上去的，啊，你看到吗？他在上去了，这是下去了。没有 ，no try， 因为外面太大。可不可以进啊？没有钱。是啊，不是要卡，不讲。他是用 ticket 的 ，ticket 啦，用 ticket 了，用 ticket 啊 ，ticket， 可以拿 ticket。钱钱可以，钱可以。一个小时一个小时，一块钱。所以一样的，全部也是上这边。哦，一样啊。嗯，全部都是一样的。不用排队啦，同埋一样，同一个，同一个。依家你上楼上嗰啲，中安同一个出口咯，中安都一样。哦，隔篱左右手边咪一个咩？右手边咪一个。要对啦，直线啊，打呢度出口嘛。嗯，跟住边度嚟又买套？讲我上楼上啊，上楼上。再讲啊，挂鸟蛋啦。看你的电话了，看有时候赚到多少钱呢？哎，八块。你都好高嘅，唔知咧，见到你份啦。但系你咪有时入咗名次上头奖啊。我因为我很少来这里啊，没有来过。看到那边好像上去，这里好像下去，我不是下去啊。那你知道哪个打哪个哦？讲的啦，看这个数字给我们发。以前你滚不到那边，你滚不到那里，不是在那边吵。对了，你要人家看哪、啊、你一定很多意见、啊、记得没有，我每次跟我们出来我们抓这个位好吧，驾车也不是看哪里对呀、啊、又来吵，所以我都不把我当面看，那就自己看。
你要问人家的意见，你就不定。那天婆婆也和姐妹吵架，是讲那个路啊，他俩他们去看电脑呢，方便去看电脑啊。有口罩，我两个用口罩。翻嚟，我睇到阿姐妹面黑黑啊，眼睛咩跟住好。好啦，我睇你咧有冇睇？嗰条路啦，吓，个阿姐咁睇电脑啊，边个睇电脑啊？两个黑路啊，阿姐又讲呢度，佢又讲嗰度，变咗两个意见唔啱。就是啦，不在那裡做什麼呢？我快點過了才在路口那裡問一問，你知道寫寫很危險啊，要問你就吵點一點問你。是啊，希望這個可以讓你會心一笑。小明委屈地問爸爸，啊，爸爸爸，大人都叫我傻孩子，我真的是傻孩子吗？爸爸笑了，拍拍小明的脑袋，傻孩子，你怎么会是傻孩子呢？这样子还有给你讲一个笑啊，你怎么玩呀？还有64个位，去吧，走走走走。这么等什么？在等什么？不在等什么？他问了什么？人家的车那里很干，那个车车啊很牙烟的，因为你不可以在这里闻的，你下下面的去闻。 scan 啊，要 scan 东西的，要 scan 哦，电话安全不累。华人过年就是华人的画面，华人过年就是华人，就是青色的，华人过年就是安全不？我知点解今日咁多人啊，因为阿康你讲嗰个咩，佢叫什么？主题餐厅。主题餐厅咩？应该讲我嚟呢度再。主题很算是这次的主题是，这次的主题是还好，他不是说很讲讲啊，他不是说很红，十二月那个才那个就够力了，十二月那个，因为那十二月那个主题哦，他连在 Astro 都有打广告，你知道吗？在 Astro 那个他都有打广告，真的是那个是够力的，那个肯定多的，那个现在这个第一个活动那个这个还好啊，感觉应该没有什么人知道。看看，放手看，看那里。哎，我就看这，看这位置。青色，还有一个位，左边。青色，这青色没有。有呢，青色，但是有车的，他不了。哎呀，知道。十一个位，有1%。这个要走楼上，要走上。那个人走了噻。
很远。右边好像有啊，有。OK 啦，这边不可以进啦。左边，左边啊。后面快走你啊！哎，最后一个位置。哪里？那个那里是位。啊，这里，这边都是位啦。这边多的。这里有啊。哎，直接看，开一个当开销了。OK， 当开销。好，好。我不跟小哥吧。啊。来，还有一个大哥哥，哎呦！没啥啊，好的。我们上吗？我们是上了高了，那还要上吗？你叫我们抢购啊？这是上面还是下面？下面啊，还是下面？还是下面。现在好吗？或者叫方便吗？我那个是在 ground floor， 你要去厕所的，你去厕所的，不用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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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没到时间，还没到时间。啊，那个厕所啊。哦，要跟我家人出来。好了，我听到吗？应该是听到了。有人呢？你。零多少零？等我家人出来，他们对吧？等我家人出来一起去。对啊，还没有到时间。现在已经到时间了，只是我预定时间是一点多。
Hello. Hello. 放音啊。OK。翻餐一个苹果，苹果还是苹果？在一楼，还是在一楼，一楼的。看到了地图的。所以我现在去做了饭，等他们停下我去找一下。我记得是在一楼啊，还是五个亮？好像五个亮。还有啊。台湾的上场，现在你有看过啊？呀，很像这里，很像，差不多这样子的造型。
对啊，我要找那个地方，因为我是来这里。哦，有看到。G020，有看到，G020，在G020。看到，两派，OK，看到，没有啊，看谁啦，没事啊，超好喝，太久了。在一楼，在G楼，G楼，G，这一带，这一带呀，这一带，可以啊，好的，可以了，没错，哎，我走进呢，怎么样？啊，走，我坐，先骑下去，就坐手扶梯，坐手扶梯。对，他在几楼？他坐电梯吗？啊，坐电梯啊，电梯啊。你在哪边啊？哪边啊？电梯？那咁样凑热闹啊！凑边个边度？咁几个费啦。几个计？系啊。快点，哦，都能排队了。
去啊，别去。好，你在这边。对，一点半。是，好像可以提早到。是啊。他有名，过来有谁名吗？啊 ，ready。OK。十分钟前才回来。啊，十分钟前才回来。是啊，好像十分钟前才回来哦。啊，四分钟前才回来，懂吗？别花了，四分钟才回来。啊，因为我一点半啦、啊。啊，他讲四分钟，四分钟再回来，四分钟再回来，这个写两天的名字。因为你有预定了吗？啊？没有。你预定了，一点半，要一点半才可以来拿。我是去看谁？有他们谁？要等一点半，你可以拿几条，然后你可以里面有看，有都可以，还有周边可以看。啊，但你可以看的，可以看的。咩水晶波啦？一点咯。啊，一点万啊！等半个钟头。啊，等佢过开时间先啊。没有你一个人进去了，我们也进去了。不懂。姐，如果我要等你，像你这么等。我来呀、啊。不是，你跟我们讲一下，我们知不知啊？宜安那边啊，我讲那边有出东西的，鱼幽莲啊那些。那你在这边等。嗯。如果你可以，你问啊，如果我们可以进，你打电话跟我讲啊。如果不可以，你自己拿，他有道理。啊啊！我哋行过嗰个桥。姐，你那边可以攞嘢哦？唔系，你系讲食鱿鱼肉丸吗？鱼丸。还没有啊，要等一点半，我是一点半的。是啊，要等到满满一点半啊。对啊。你提早去拿。要打吗？那个一点半是吗？一点半的是吗？啊，对，一点半。还没有哦，等下你来了后，就是去走过一下房间那边。啊。好，等下就可以进去啊。没有，你要 take away 的吗？啊。然后你要拍照的对。啊，对啊。啊，你要现在进去拍照吗？我可以给你进去先，还是你要等？啊，可以啊，可以进去。你要进去拍照的吗？拍照的呀。你要先买几张那些。Integrate.
你是在这边的啊，你在这边。啊，样子哦，他的样子。被多着等了是吧？完蛋了，被多着等啊，不能多着等啊，不能多着等，来半个小时而已，你不能啊，我帮我拍一张的，对，拍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有什么人影图哦，真奇怪，哇。又有人穿那个衣服，你看吗？当然有。我江南啊，你走江南。再前一点。那你要等，要拍拍两用。拍呀，拍呀，拍呀。那个黑呀，等下你要等他。因为那是个女的，是不是有？我才看到零六，等下你跟我等他。来等啊！啊，在一边等，在一边等。是的，你这一天都在一边一边走啊。可以直接吃的哦。没有，不是，他那个是塞来的，塞家里面的东西啊。因为我不是在这里吃，我可以选。我都讲了，我那时候订的时候有讲了，可以在这里吃，在这里吃，你要限多少个人在这里吃。啊，那个是 pick up， 要不就是你直接打烊就走了。可以，你看这里拍照，可以这里拍照。昨天我听上万人讲，我听上万人讲，说二点之前已经有。
那刚才我看到那个台里面有水吗？全部东西都没有了。对，像你讲只是拿什么东西？拿、啊、那个我订的那个食物啊，食物保留。啊，里面有的，哦，里面有他的东西啊。像你在那边等啊，我不需要。啊。他们那边没有的啊，就是去不要直接去你家吗？很多人刚才讲吃那边啊，排到外面哦、嗯，很多人没有去。现在我们你这边吃啊，刚才我们是拍到有个小鸟啊，小鸟的后面，对了，后面就是有个绿的，啊，我们在下楼下，你们在楼下啊，楼下找东西吃，楼下我拍给你啊，我找到他们边我拍那个天的名，原本说直接去那边吃的嘛，那边很多人，是哪啊？是。之后下个星期二我会早一点来，因为这里九点开门嘛，八点多就来了。都变商品地了啊，你也知道了。你还要拍吗？我帮你拍，这还有两个香的。要不要让我帮你拍两个？这还有。这些靠近了。啊啊啊！